来，这出短片的名叫啥喏？你们知影？对不起，台七甲，我收编了，就爽了哦。哦，这个台七甲的路线就是对这哦，白龙雪把它收到我的那个啥频道的口袋锦囊啦。然后我们目前现在就是哦，要开始挑战哦，从这个复兴一直过去哦，我们要一路到那个那个啥。桃园的大溪，哦，路途还非常遥远。然后就是等一下有那个哨口的部分，哦，我到那边还要再开一个小时。然后，迄个底下单溪店，哦，就一届都要过啊。啊，若无就是明仔再过来，所以袂当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对不起，台七甲，我收编了，谢谢。